送到宪兵队去注射疫苗的176个孩子，他们根本就不需要注射什么疫苗，现在他们已经被作为人质扣押在了宪兵队。这些天真烂漫的孩子，能不能回到家里见到父母，能不能长大成人，就完全取决于你，龙大侠。现在我宣布。 到明天的这个时候，如果你还不出来投案，每隔1小时，我就杀10个孩子，直到杀光为止。龙大侠，你不会眼睁睁地看着那些无辜的孩子为你白白送命吧？如果你还不出来，那我就接着杀女人，杀老人。 直到把整个隔离区所有的人都杀光，我想，你不会让自己的双手沾上这些孩子的血，沾上女人和老人的血，沾上所有无辜人的血，把整个隔离区所有的人都杀光。龙大侠，你自然也跑不了。我们大日本帝国军人有个习惯。 尊重更厉害的对手。为了表达我对你的尊敬，从现在开始，我就坐在这里等你，等着你来。散会。 至于傻到自投罗网的份上，按说龙大侠应该能够看出这步棋。你俩过来。但是他要不出来，那176个孩子怎么办？师傅，你说龙大侠要是真不露面，他们会对那些孩子下手吗？东北村楼里的所有的男的，不就是无缘无故的让他们全部给毙了吗？这招也太损了！我要是认识龙大侠呀，非得告诉他死活都不要出来。 到了看看他们杀完那些孩子还有什么招？杀完孩子，杀大人，再杀老人，把特别防疫区的所有人全部都杀光了。会吗？这特别防疫区小的溜的算一下，也得有2万多人。这消息要是传出去，这新国家还有人信吗？他们会对外界说这发生传染病了。 真相永远都不会有人知道。妈，你看我给你买啥了？这都闹传染病了，街上还有卖排骨的。日本人说了，根本就没啥传染病。他们设那个特别防疫区啊，是为了抓龙大侠。这么说，这龙大侠真被他们圈在那个特别区里了？ 看这架势，八成是得圈着了。哎呀，就这么个有骨气的人，哎呀，可别落到日本人手里呀！吉人自有天相，你操这心干啥？看你说的，妈就不是中国人呐。 操那个心干啥？不怪你媳妇儿啊，不乐意。哎呀，我敢说，我每个中国人的心呐，都为龙大侠滴溜着呢。啊！我把那排骨给做了去。
这小鬼子挺硬硬的，饭都不吃了。你说这日本人里边也只有缺心眼儿，他们就信龙大侠能来。哎，这么多活蹦乱跳的孩子，咱中国人心善呐，保不齐龙大侠为了救孩子，真就自己走出来呀、啊。打赌？赌啥呀、啊？在宪兵队里待着，还有心思吃排骨，心里肥。哎呀，师傅。来来来，这吃热的。师傅，啥日子呀？捞点排骨还给我端来了。师傅，找我有事儿啊？有事儿你就直说。行，既然你那么说了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我今天还真是有事儿要求你。师傅，今天。这怎么了？有事儿你说一声不就完了吗？我来呢，是想跟你结拜成兄弟。这我不在的时候，我就把我老母亲托付给你了。这个麻烦兄弟你帮我照看。事儿来太急。我身边的朋友，我想来想去的，只有你黑七能够让我信任。这是我一生的积蓄，老母亲平常生活的钱，还有给她找大夫看病的钱，包括她百年以后的寿彩的钱。我是怕万一我将来没有机会尽孝，到时候还得请兄弟你替我。我给你磕头了。师傅，你快起来，师傅，你这是咋的了？你要出远门啊？师傅，你是不是想上山当抗联？你要是想上山当抗联，带上我，咱把老太太也带着。要是家母能经得住那颠沛流离啊，可能我早上山了。就是因为老母亲的身体经不住你折腾了，所以我才留下来。在日本人手底下忍气吞声。那既然如此，那你怎么忍心把家母托付给我离开呢？事不由己，身不由己。哎，师傅，这个钱呢你拿回去，你不在的时候我黑七就是老太太的亲儿子，我呀先帮你伺候一段时间，保准没事儿。来，师傅拿着。兄弟，恐怕我这一走就永无回头之日了。师傅，你不会是想去救人吧？你是去救孩子？啊！你难道就是师傅？你难道就是
哥哥，你看得起我，我黑棋活到今天没白活。我跟你去跟咱娘磕头去，走，师傅，走。 今天我和单师傅结拜成兄弟，从今往后，你就是我的亲娘。单师傅就是我的亲哥哥，你愿意接受一个从小没娘到处惹祸的野孩子给你当儿子吗？娘，你答应我吗？钟晨，这黑七他是咋了？那啥，刚才在楼里面，那黑七叨咕他自己身世可怜，想进中尽孝，都没个机会。 非拉着我拜生死兄弟，想尽做人的孝道。起来，起来，起来说啊！起来，娘，你要不认我，我就不起来。妈，这黑七平常啊，也是个忠义的人，你多一个儿子孝敬您啊，我这上班也省得担心您的身体。这不我刚才一答应他，他马上拉着我上来认您这个妈来了。你别看黑七，一帮小兄弟。 只要他吱一声，不都成了咱家那个使唤的小子了？你就信？其实，我认不认的，我早就把你们呐当自个儿孩子了。我就是腿要是利索了，我早就想给你呀找个人家娶个媳妇儿了。娘，就冲你这句话，我黑棋早就应该管你叫娘了。 娘，你到底是认还是不认呢？认，从今往后啊，娘就认你这个亲儿子了。娘，黑棋这里给你磕头了。娘。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我见着龙大侠了。什么？你见到谁了？龙大侠，他找着我了，说让我跟你捎个话。他为什么会找到你？我也在琢磨。
兴许是因为我有个老母亲能帮我拴住我，哪儿都去不了。他是这样跟你说的？不是，这是我猜的。那你快告诉我，他是谁？什么模样？我看不清楚他，他戴着个面具，个子跟我差不多高。那他想怎么样？他说，你如果能答应他的条件，他就会在24小时之内到这儿来投案。他的条件是什么？他说，你得写出文字的承诺，还得盖上宪兵队的大印。他要我承诺什么？第一个是，你得保证那176个孩子毫发无损。可以，这点我可以保证。第二个是，第二个是就是你不能追究龙大侠的亲属连带关系。这个我也可以答应，不过只要他按时来投案，其他人我可以不追究。还有是，对，那个龙大侠过来投案的时候，你得允许外国记者在这儿做见证，并且公开报道这件事儿。好，这三个条件我都答应。哎，回宪兵队，把我的印章取回来，快点。关键时候还是老朋友帮忙。帮啥忙啊？那让外国记者在现场报道这件事儿，会不会对你有不好的影响？让人来见证大日本帝国的胜利，有什么不好？那龙大侠要真不出来，你真把那些孩子都杀了呀？从内心讲，我也是个人，焉能不知道人间的真情？但是，如果事情非要走到那一步，大日本皇军言必信，行必果，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。怎么，这是龙大侠让你来问我的？不是，这是我自己问问。那你什么时候和他见面？他没说，他说他随时过来找我。你是想用我把他引出来？不，龙大侠这样更高级别的对手，我相信他的人格。好嘞，很棒的，多喝点。美华呀，来把暖瓶搁那儿，过来跟妈说会儿话来。知子莫过母。我说钟祥啊，这孩子打小不这样，就是因为妈这一直病在床上，就把他拖累的就待在城里了。他还有个姐姐，实心的很，就把照料我的事儿啊都推给他弟弟了。哎呀，也不知道游荡到哪儿去了，到现在也没有信儿。可我自个儿的闺女，我知道，她也不会去干那伤天害理呀，对不起祖宗、对不起老百姓的事儿。自打日本人过来啊，占领了东北，钟祥啊，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儿。我知道你心里不满、不称心。妈心里清楚，时候不对呀。那日本人没来之前呢，咱家的钟祥就是你喜欢的那种男汉子。妈，我不嫌弃钟祥，老老实实过日子呗。
美华呀，这话呀，你可骗不了我。妈也打年轻时候过过，哪个女人不希望自己家的爷们儿像文天祥、像岳飞呀？要怨呐，你就怨妈吧。是我呀，把我这儿拖累成这样，没骨气，老老实实的，甘愿当新国家的顺民。但是我把话撂这儿，如果有哪一天我真的闭眼走了，我那儿子啊，他就不会活得这么憋屈了，兴许还会带着你呀，上山呢。我一想到这些，我一看见我那儿子老实巴交的样子，我这心里头就不是滋味儿啊！我就想自杀。可是我舍不得我们的儿子，我离不开我的儿子。妈，你别这样，我不怨钟祥。哥冤死以后，我被他们定为反满抗日的家属，我遭了多少白眼儿啊！我那后妈差点把我给卖了，要不是钟祥啊，我都不知道我去哪儿。说我啊，我就这臭脾气，我说了那么多伤他的话，可能是因为这个世道吧，压得我喘不过气来。我看他那受气那样啊，我也不落忍，我是又气又恨。前一段去警察署汇报思想，都是他替我说的。虽然钟祥甘心做顺民，兴许是因为我的缘故，他才委曲求全呢。其实在你没来之前，李大夫对我们家钟祥也确实有意思，妈也能看出来。可是那介绍人一说你是龙大侠的妹妹，啊，还在那儿受治安条例管制的反满分子，那钟祥二话没说呀，铁了心就要娶你呀。这李大夫啊，也是一个好人呐。我相信他跟我说的话，他跟钟祥啊，肯定没啥事儿。有啥事儿没啥事儿又能怎么地？我有时候也想，你说这李大夫一个人带个孩子也挺不容易的，这男女之间啊，那就是个缘分。钟祥想怎么办就怎么办，随他。媳妇儿，我说了半天都白说了，我不是让你给钟祥倒地方，你是我们老单家明媒正娶过门的大姑娘，这谁也改不了的，啊，是不是？嗯，妈只是想说啊，让你以后呢对钟祥软了，啊，缓和一点。你晚上啊，替妈打听打听，他不愿意告诉妈的那个事儿，到底是啥呀？妈，
你还说你了解你儿子，就他那张嘴，你能问出来？这小子嘴是真严，随谁呀？组长。你见到他以后，把这个亲手交给他，告诉龙大侠，我说话是算数的。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你放心吧，那我走了哈。嗯，我跟你商量件事儿呗。说呀，妈听着呢。你说那个龙大侠会站出来用自己的命救那些孩子吗？会。龙大侠一定会用自个儿的命去救那些孩子的。妈咋知道呢？你看，从龙大侠的为人处事看呢，他不会让自个儿的命去让这些孩子去给他抵命的。那你说他要不在市里，不知道这事儿，那咋整啊？你不会吧？不是说龙大侠都给圈在里头了吗？日本人说的话能有个准儿吗？哎呦，那可惨了哈！那那么多孩子可咋整啊？所以啊，为了救妮子啊、贤俊他们，我在想着，要不我去认了吧？你说啥？你要去日本鬼子那儿承认自个儿是龙大侠呀？啊！妈，儿子也舍不得，我要去承认我是龙大侠。马上就回来了。不是不是，你以为那日本小鬼子就那么好糊弄吗？啊，你说你是龙大侠，他们就信了。
把你打一顿，还得把你赶出去。那不一定，兴许他们就跟杀那个郝龙斌似的，随便找一个替罪羊呗。反正我觉得，我去，能把孩子们换回来。这事儿啊，你跟妈从来没说过一句实话。我知道你怕妈担心，把真事儿啊都说成是假的。妈跟你说过，小孝孝母，大孝孝国。如果真能把那些孩子都救回来，为啥不去呢？可在这世上，妈最舍不得的是你了。你要去。不要问妈，天下哪有这样的妈呀？会答应自己的儿子去送死啊？啊，儿子，儿子，妈信你，你怎么做都有你的道理。这事儿。给儿妈留下一儿半女的，也让妈有个盼头。儿子不孝，可能以后就不能再伺候你。不说这个，不说这个，儿子，不说这个。贤俊回家以后，你赶紧带他离开这儿。我怕日本人会追查你们的窝藏罪。窝藏罪？我窝藏谁了？哦，你是说上次我把你藏床底下那个事儿？哎呦，你就放心吧，我都跟他们说好了。你是我相好的，怕什么呀？大不了满铁路的人就说我是搞破鞋呗。多炫呐！我愿意。静心。
心啊，我不知道跟你说什么才好，真是难为你了，让你背上这么一个坏名声。如果人有来世的话，下辈子我会舍了命的追求你。如果要是能有什么可以弥补你的，我什么都愿意去做。我已经很满足了，那个事儿不是已经过去了吗？怎么他们还在追究啊？这件事还没过去，我是怕那个贤女回来以后啊，日本人会反过头来再追查这件事儿。你等等，你让我想一想。学校操场上干的那事儿是你做的？你怕美华会察觉，回来以后就先躲到我屋里，想等下了班以后再出去。事到如今，是不是也没什么意义了？反正只有我去，才能把孩子们换回来。进门的时候，你就知道我对你的情意。你很清楚，你在我心里从来都没有断过。如今你要自己去。去把孩子们救回来。我知道你想把贤君平平安安地送回到我身边，也好把你对我的这个情分有个报答。可是都到了这个时候，你咋就不能跟我说句实话啊？你难道害怕我把消息透露出去？告诉我，你是龙大侠吗？我是。
记住了，我这儿有一封信，是宪兵队写给龙大侠的承诺。你和宪军逃出去以后，把他交给法国或者美国。门派英雄的时代，命运置身事外，将我主宰。可是有种倔强，我不会更改，是我隐藏刻骨铭心的爱。我如此爱你，为你徘徊，说你爱我，你将前来，一生一世的爱，一刀子的快，这里有我。旧心里是的门派英雄的时代，命运置身事外，将我主宰。是有种倔强，我不会更改，是我隐藏刻骨铭心的爱。我如此爱你，为你徘徊，说你爱。一刀子的快，这里有我风采。